多钱就行。卖一万块钱吗？问过，最后多少钱给你？1000块钱，现在能投入。你还一开始要3500嘛？3000。现在我要6500。啊哈哈哈！我要6500，但是我最后2500卖。哎，可以可以，我是。这康熙你这多少钱？4000卖给你。4000。4000啊，康熙的。这个应该，这些应该，这俩应该。买了一兜了，没买点啥，买点啥。风风火火跑过去，就买了这么一点东西。拆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OK， 我们这就拆出来，你看，包的东西不多，但是这一拆出来也不少件呢。这次主要就去买一些杯子，然后跟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这是这个人认为是清中晚期道光左右的这种内画团和纹，然后花口的这种小茶园，你看它的款都是这种草鸡款，然后也不知道写的是啥，有的能看清可能写个大清道光或者什么的。这种东西喝茶非常的好，再一个就是它画的也不错，很细，瓷质很好。然后买了两个，一个有冲的，一个有颗有冲的，剩下四个是全品的。这种东西瓷质比较好，然后发色也比较好，画的也不错，所以我也就赶快跑去买了。因为这种东西现在比较火嘛，茶杯真的太火了，稍微慢一点呢可能就没有啥事儿了。再一个就是这个我个人特别喜欢这个蓝，就是粉粉的这种蓝，很漂亮。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款是什么，乾隆年制，当然它不是乾隆本年的，个人认为这应该是满清民国时期的这种单色釉的这种茶杯。然后这种东西还有什么胡德昌造啊什么这种东西，特别的漂亮，发色也很好，釉水很好，但是就是里边开片了，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流传使用的一些原因吧。你看这釉面都有点失光了啊，但是外边很好，很 OK， 这个很棒，很漂亮，一个小茶园。再就是这一看就是石井粉彩，但是它不是乾隆的，如果乾隆本年款的话，这个东西就特别贵了，发色也很艳丽，是这种粉粉的，上面带这种缠枝花卉的，然后就是属于这种石井粉彩这个品类里边的吧。我们看这种东西一定要看它的这个修足跟胎质啊，现在这种东西满清民国仿这个石井粉彩也有啊，但是它的区别一般都会在这个地方有。真正的这个倒带的这种石井粉彩，不管它是乾隆，当然胎特别好，乾隆、嘉庆、道光，你去看它这个修足，它修的都会比较利索，不会这块就是你看它这个脂釉线这块不会有那种粒粒拉拉那种感觉啊，那种一般都晚，甚至有可能是新的啊，我们一定要分辨清楚。再一个你就要看它这个胎质跟修足，越往早就是你看越往乾隆口，你看它这个胎越白越糯越紧，然后修足修的越利索，越往晚就稍微糙一点，但这个不绝对，不能绝对，因为各个时期都有精品，道光也有特别细的东西，对吧？乾隆也有很拉胯的，这个不能绝对，可是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啊。再一个就是看这种款嘛，对吧？一般那个晚清民国它会落什么大清乾隆年制那种款，但是那个东西就晚了啊，我们一定要把这种东西看好。再一个就是胎土，石井粉彩的质量很好，它有一种压手感，到手都会感觉沉沉的。如果它发飘啊，打个问号，如果死沉更要打问号啊，那更不对。这个也是个清中期的，你看这种压道的这种石井粉彩是一个这个造假的重灾区。再一个这个晚清民国也有仿一样啊，我们还是要看它这个胎足跟它的这个胎质啊，包括它这个款其实很好，这种一看就是中期，应该是嘉庆左右的东西，但是现在还是一样的，晚清民国时期也有这种东西，它的那个修足跟胎质它达不到清中期这种程度，它也是那个脂釉线这块做的粒粒嘎嘎，然后修的比较薄，然后胎看着也不是那么紧糯啊。我们买这种东西你就不要当清中期买，那是两个价，当然它也不便宜，可是还有假货，你就更要注意了。一般上手的时候如果它那个还是一样发飘啊，很薄发飘，打个问号，这也是一个这次才收到的石井粉彩，这个就比较好。然后大哥呢说送个盖子，说送你个盖子玩吧，反正这对吧，我看还行，能配上啊，挺好看的，我就要了，不要白不要，是吧？挺好的。
再一个就是这个啊，这是一个烟缸，这个是一个传世开门大佬的东西，这是那种老户出来的，然后年份也是晚清民国时期，个人认为应该偏晚清一些啊，偏晚清一些，因为它的矾红你看微微有点发黄，然后这个盖子是残了，盖子残，这一看就能看出来，这护理出来的盖子残了，然后两半，但是呢它有总比没有强，这个东西带个盖很漂亮很雅，这个矾红这种东西啊，在晚清时期一般越厚实越油，越往清朝靠，越往清靠，如果越红越暗越干涩啊，越往民国走，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但是不绝对，为什么还是一样的，你在民国时期也有人家有钱，人家愿意用质量好的，他愿意多花钱烧点好的，在晚清也有那种很糙的矾红，对吧，那摸起来也干干的也发红，不绝对啊，不绝对，但是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规律啊。 OK， 我是爱收藏的天元，这次就收了一些我觉得还挺不错的东西啊，然后有什么需要交流的咱都可以去交流啊，有什么需要这个帮助的你也可以私信我，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拜拜。